就是因为我以前就听人家跟我说，哎，小琉球银王那些像一点来去乞丐，我也就听听，但是就觉得哦，想去想去。但是这次我觉得我看到我懂了那些人为什么这样跟我讲。那我希望呢，借由这一次的体验，让带着阿白认识这么美丽、这么可爱、这么淳朴的一个小岛。哎，居然在小岛上有一场这么重要的盛事。每礼拜三暗时10:30，宝岛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